首先跟大家看到的是独门兵器木摇鞭。这是场中最为著名的销火棍。兵器之王，霸王枭。传统的兵器九节分鞭。少林双峰表演练，稀有兵器虎头双钩。烧耳兵器九节双鞭。朋友们，那到时候也许世界就这样，我也还在路上，没有人能诉说。也许我只能沉默，眼泪湿了眼眶，可又不敢懦弱。低着头，记在白昼，接受所有的嘲讽。向着风，拥抱彩虹，勇敢地向前走。黎明的那道光会越过黑暗，让我一切控制我的找到答案。哪怕有你的光就驱散黑暗，世界就
也许化成梦成梦，也是一点狂，又敢懦弱，低着头，期待白昼，接受所有。